咖啡。哎，师傅，没人了。从小拆小汽车、小模型，到现在越拆越大，越拆越大。我跟娟子发小，以前一起长大的。后来我自己弄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吧，大家一块弄点边科研点东西。把这个数值，我觉得你得。方便的让你实现漂移吗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往下这儿，往下这儿，那就完了。天上飞机你能遥控吗？是，能是，我觉得能行。是。